我是她老公，我不陪你陪啊。十一去医院了。你带王云东来干什么？我们刚才在一个局上，我喝了酒不能开车，他知道我要过来找你，根本不给我机会拒绝。那个电视忘上了。这哪来的？我楼下买的。没事，不凉。你就当这是同事对你正常的关心就可以了。我怕我用了他误会我对他有意思。毕竟挺到位的。那是。怎么样，伤还没退？没那么快。今晚你能陪他到底吗？这还用问吗？我是他老公，我不陪你陪啊。我今天不知道王一东过来。吃醋了？没有。你离我近一点。我以为你们被困在哪儿了，这么早就回来了？我回来的早。命真好，我们在岸边躲一躲到现在。那个下午也没来得及问，美玲也没说清楚，你是不是该正式介绍一下你老公啊？这里是十一的主场，大家只要知道我是十一的老公就可以了。听到没有，这是十一背后的男人。刚才为什么那么刻意的看王一东啊？向失败者致敬。